就是你第一次给一个女孩子做蛋糕。我第一次给任何人做蛋糕。那好像是哈。对。所以它算是你比较喜欢的类型。我觉得都被别人挑走了吗？没有，是因为每一个都接触过，我进的也不算晚。之前三个女嘉宾感觉跟他们在一块儿，就是我给他们的压力让他们会轻松一点，但是这个你看好是这个样子，要挤得稍微饱满一点。能不能听我说话，真是生气了。你怎么能跟女嘉宾这么说话？他们谁跟女嘉宾这么说话？哭哭的，哭哭的。今天怎么突然开始卖萌了？开始。所以你也是这么跟女嘉宾说话的吗？你快失去她了。要幽默一点。